What's up, everyone？ 这是 Future Man 的小女孩。Sir， 现在我人就是位于成都。其实最近我真的是很想要就是更新多一点我的影片，拍了很多东西，可是我却完全没有时间去剪他们，甚至接下来的行程更是，下个月我确定的行程是会去香港、曼谷还有东京，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可能在下一个月我是会去北京还有澳洲，所以一个月只有四个礼拜而已，我要去这么多地方。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今天的穿搭。首先第一个，东京买回来的 Kangoo 帽子，当你们在看这支影片的时候，东京的这个 vlog 是还没上的，我会在这个影片过后才上东京的影片。墨镜的话是来自2000年代的 Vintage Oakley， 而这个型号是叫做 Juliet。 我最近是超级喜欢这种 Vintage Oakley， 已经陆陆续续买了好几个。衬衫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 Stussy 去年2022春夏的单品之一。像今年2023的话，他们是有发了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可是全部都是 S 字眼。裤子的话，就是 Future Man 春夏刚刚发了这一个八号的长裤。我们取名它为八号长裤，是因为它的剪裁像一个八这样子，它是漩涡下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拼接是很明显的，从侧边这样子慢慢往前面走。这一件的巧思就是在一个很传统的 double knee 裤子上面，再加上属于我们自己 Future Man 的一个剪裁在上面。然后鞋子的话，抢先曝光了，也就是 Future Man 跟 Vans 的联名。话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成都这里。先说一下我自己对于成都的一个印象，就是他们是 subculture 很强的一个城市，包含这里的年轻人都是很敢表达自己。我真的是超级期待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现在我们就去逛街先，我们来到这个等一下的活动地点 SKPS， 看看有什么东西好逛的。God damn， 我刚刚走进来而已就被这里的室内设计给震撼到了。进来的第一间我们就来到了 Satisfy Running。 老实讲，我是最近才注意到 Satisfy Running 这个品牌，完完全全一个联名而已，也就是他们跟 Oakley， 而且那个形象图我觉得真的是拍到很好很帅。我觉得他们设计真的做得很特别，他们的剪裁啊、拼接甚至材料都是用很棒。最近我就很喜欢这种比较彩色的单品。当我看到我身后的这个 Jordan 画的时候， SKP 不要的时候，我可以跟你买吗？这一整片都是 Jordan 的鞋子嘛，可是唯独这双就吸引了我的目光。它有点像 Air Jordan 1， 可是又好像不是 Air Jordan 1。 它整个这些拼接的部分设计其实都不一样啊。我难道这个是 Airship 吗？现在的鞋子的出道我自己都快跟不上了。野生捕获这个品牌的鞋墙，也就是 ROA， 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这一双啊。你看一下它的这个设计，前卫的来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看的，而且是 Vibram 的底，只不过它的这个价钱让我考虑很久。这双最近超级红的鞋子，相信不用我多解释了吧。 Oakley 跟 Branded 的联名，这双如果是那个枣红色那双，我就会入手了。给你们看一下藤原浩的乒乓球，
然后这个乒乓拍也是 Fragment 的。没有想到 N-Wonder 跟 Salomon 的鞋子会这么齐，像这一双是 XT6， 然后 XT Slate OBC， 个人是觉得这两双超级好看。光老实在是太忘我了，差一点忘记我今天是来工作的。而等一下我就是要去参加一场分享会，主办单位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 SKPS 跟一个中国媒体叫做 Nowray 所举办的。等一下我就是会去上台分享，然后这一次的主题就是我关于首先要介绍的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位正在拍视频的小伙伴。现在我们就是在路边吃这个成都的烧烤，看到整个桌子都是红红的，你知道白鸡多屌了。我不是很能吃辣而已，大家看一下这个辣椒油，孩子 God bless me， 哇，这排骨真好吃。喝水，都拿。我每次来就乖乖拍的。哇，这个不能，这一堆红红的，就是泡椒，然后跟干，千万不要吃。这个腰片，有哎，上面有很多葱啊这些东西，希望它不辣吧，至少看起来不是红色的。还可以，这个还可以，这个不辣，这个不辣。桌上吃的东西我也不懂是什么，但就是看起来很辣。这是微辣，这是微辣而已。微辣，这是微辣。Day two， 我们现在来到了银岩市集。我觉得我是不是来得太早？我三点就来了，是啊，你来太早了。但是他有那个怪车，还挺可爱的。怪车巡游，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有。哇，我真的是来得太早了，偏偏在这么晒的一天，我忘了戴墨镜。Hello，Hello， 我在这里。我猜我会遇到你了。你一个人吗？对，我一个人来，我一个人来。第一个档口就遇到熟人了。Hello， 大家好。上海那一站呢，我就有跟他买过一个小鸭子，而且老板给我价钱还蛮不错的，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推广一下他的店子。Hello， 大家好，我们叫做 Shan Vintage， 就主做一些中古玩具和古着服饰。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来我们这里来玩，来贵阳，对，爽爽的贵阳。第一站我就要在这里花钱了，很多东西看呢，感觉这次还比上一次东西多哎。这一瓶什么？藿香正气水。水，对，这个是干嘛？这个是带酒精版的，就是解暑的。OK， 对，它比较苦，然后喝了之后就会。哇！我很喜欢这一顶，他们用 La Foren 的帽子，然后有加工做了一些刺绣。这个 Snoopy 的刺绣的很好看，很可爱。哦，这顶也是 La Foren， 好看，上面是很多樱花。这个蛮好看的嘞，上面很多不同的图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绿色，大家觉得哪一个会好看一点点？不过我觉得华人普遍来讲好像不是很喜欢绿色的帽子。
可以摸它吗？多大是啊？哎呀，一定是男生。